前面有力啊，前面三。正道，你现在讲没有力啊，全。在赖永生。哎，来，给我。赖永生今年几岁？赖永生啊，教练，他今年几岁？应该四十出头。他梦六八年。刚刚出场的时候，他一直瞪着 Alex， 他是这样。3D 比较。我拍吧，我拍不到。哦。这最后一场了吗？最后一场，我两场。我们这边最后一场。啊，这啊，啊，这冲完最后一场了。一二零，开始。完了，各位。你这掉下去你是空分的。你看他这样算他输分了，他先跌了。啊、哦，这一分呢？他这样算双方倒地没有分。懂了，你还吃人家两句？哎，阿妙。
入围，黑帮李永军，在台湾那几千个要打。